他已经中箭了，不动了，你看没有，已经中箭了，他把如果说这条沟压了有七年，基本上是自己跑出去，都是狗狗从家里跑出去找主人，又去寻找过，反正没有找到，后面去遇到监控录像，发现我被人给射杀了。这个射杀狗的这个人，你们认识吗？我们不认识，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射杀狗的这个人是跟我们在一个小区里面。我们有报警，警方是说攻击不属于管制体系。